点评一下自己的表现。不太好，不太好，这怕有点把自己玩懵了。我太容易动摇了，他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，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。看着不是很不像开心的样子。可笑的是，坏人就在我身边，我最信任的人是坏人。我拿着瓢了，哇，我只找了一晚上，对，我没找到瓢在哪儿，我找到瓢我不知道该瓢谁，你知道吗？放眼望去都是好人，最后只瓢红雷哥，然后红雷哥就被瓢了，然后我拿着瓢我都不知所措，我不知道该干嘛。真的会很气。是不是很气？你把手拿开了。